Assalamualaikum, 祝大家平安。Waalaikumsala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祝大家平安。好，非常好。今天呢，我们就很荣幸的可以邀请到我们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朋友，新加坡的弟兄，就是我们的谢俊豪，掌声欢迎。谢谢，谢谢。好，等一下，我是要开我的。谢俊豪呢，或者叫做他的名字叫做 Hulacha， 是啊，在新加坡小有名气的一位华人穆斯林啊。待会呢，我们会把整个怎么说这个讲台让给他，让他和我们介绍关于他自己的教育背景啊，成为穆斯林多少年啊之类的啊。所以呢，今天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仔细阅读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从澳大利亚到新加坡，或者有人叫它澳洲嘛，从澳大利亚到新加坡，谢俊豪的寻光之旅。哈，今天就说这个寻光嘛，寻光是怎么样的一个寻光呢？然后谢俊豪，我们的这个俊豪弟兄，我们的Hulacha弟兄，在澳大利亚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这一些呢，我们将会在几分钟之后与大家好好的继续分享。好，那么我们要问一问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邀请嘉宾谢庆豪弟兄。嗨，弟兄，你已经准备好了吗？差不多啊。就让大家知道说一声嘛。今天这个直播呢，是我们特地邀请这个庆豪弟兄从新加坡。我从马来西亚，然后各自就作为这个在这个 StreamYard 上有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这个环节。好，所以我看我们的这个嘉宾俊豪弟兄Hulacha也是准备的差不多了啊，他连麦克风也装上去了，那应该是准备的非常好。那么我大红衣 Roberta 就邀请我们的嘉宾谢俊豪来给我们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大家好啊，先还没开始之前，我想说呢，我华语不太好，请多多原谅，不标准啊，因为很久没用华语跟人家沟通了啊。我从小时候跟父母我们沟通是用英语来沟通啦，只是去婆婆的家就有讲点华语啊。但是我去澳大利亚读书了之后就很少用华语了。OK， 所以我今年33岁啊。我小时候啦，我的父亲是天主教的，我们小时候就跟他一起做天主教咯。母亲不是天主教，他比较是自由信仰啊。可是他有拜神也是啦，有去烧香。我就小时候就去教堂到18到20岁的那个时期啦。过后就去澳大利亚了，就读了这个科目叫 philosophy 哲学啊，读了哲学啊。那时候就问了很多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的 meaning of life， 生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在这里生活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这地球的世界内什么目的了？这种问题我就问自己啊。所以我就想可能宗教信仰呢是人造的一个东西啦，让我们有那种安慰感啊，我是这样想啦当时候啦。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我开心，我让别人开心，也是大家都开心，就不什么需要一个宗教信仰，对吗？就是这样想啦，就是想要鱼丸就可以了，不用想那么多了，是这么多东西去烦去想，对吗？所以我在澳大利亚就跟朋友到处游浪啦，去玩玩咯，吃喝玩乐咯，那种一天一天的过一天呐，就是对啊。可是当时候我的母亲也是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说了我的婆婆已经去世了所以我很伤心，因为他对我来说是很
我很疼她了，我的婆婆，她走了以后我就很伤心，我就回了新加坡，回了新加坡我就自己问自己咯，为什么我们人会死呢？这种问题啦，为什么我就怎么样子的开心呢？还是会有伤心这种感觉，让我们知道世界上是一定有不好的地方了，不会很开心的地方了。我就觉得，可能是一定有一个比我还大的一个神在控制这个事情啊，这个情况了。我们有些东西是自己不能控制的，对吗？所以就想，一定是有一个神在做这个选择，或者这个计划，在我们自己生活里的计划。但是我还是不要宗教信仰跟我说是应该跟哪一个宗教信仰就对了，我就知道我只需要相信有神就对了啦，这样的感觉。就到时候就回了新加坡，读完书了，毕业了就回新加坡。回了新加坡呢，我就开始打工了。那时候就想要赚很多钱呢，还父母那些读书的钱也是嘛，对吗？也是想要开一个新的事业，所以我就这样一直追钱的那种想法啦。但是我又遇到了一个美女，遇到了一个美女，一个美女啦，她名叫Shahira，OK，她是马来人，但是我是她的同事啦，她就教我做我们的finance 的职啦，因为我们是在银行做工的嘛，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我自己本身对 finance 的东西不太了解，我读的书其实是 media 的那个地方，就是读怎样做摄影片啊那种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很困难，但是他还是很好心的，下班后了还教我怎么读这些finance 的东西咯，所以就觉得很感动啦。但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培养这个感情了。我就跟他讲，哎，其实你是马来人嘛，你相信伊斯兰这个 religion？我呢，我这个人就比较开放啦，懂喜欢。随便游玩这种想法啦，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不给伊斯兰一个机会呢？去自己做自己的调查啦，不要看电视上所说的那些什么恐怖分子啦，这种 extremist 的人呢，就开始以为伊斯兰是全部是这样的人呐，这样就对我们不会很公平嘛。所以我当然那时候。我听了，我就觉得，哎呀，应该对他公平的话，就一定要自己去做自己的调查啦。我就去 Darul Akam，这个是一个学校来的，是教人什么是 Islam 的基本。那时候呢，我就他就跟我讲，那个 Imam 那个老师啊，你可以问他什么问题啦，对 Islam 的问题啦，或者你有天主教的问题啦，或是你有什么为什么在这里存在这种。问题啊，全部可以问他。我就说好啊，下完课呢，我就问他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我们的神呢是一个呢，不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为什么选择用一个神来代表也最厉害的、最 powerful 的、最强的一个神呢？所以他就很简单的跟我讲啦，OK，很简单的跟我讲，假设有一个神呢。做一个人的头啦，你又有一个神做人的手啦，还有一个神做人的脚啦，那哪一个神呢会说我做了一个人呢，一个完整的人呢？那个头的神呢会说是我吗？因为我是最好的，因为我给人很多想法啦，很多知识啊，很多东西啊。连手的神呢就会说我比较厉害嘛，对吗？我喂那个人吃饭，他又可以，生活又可以，做很多东西，做工也是。连脚的神呢，就会说我是更厉害、最厉害的，因为我可以带他去很远的地方去找东西吃啦，或者去开工啦。所以呢，他们就会好像有一种
吵架啦，就是说谁会比较厉害嘛那种，所以谁会说我是最大的神呢？我是最强的一个神，你们不是造人的一个神，我是最好的，对吗？所以那个想法呢，就是伊斯兰的想法，就是说，其实我们人不是很多神做的啦，其实只有一个神，因为他是最强的嘛，他可以造这个整个世界，又可以造我们的 universe， 我们的星星，我们的太阳，全部是他自己造的嘛，对吗？所以从这里的想法呢，我就开始哦，有道理啦。但是他还给我多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电脑啦，电脑有不是有 mouse， 有 monitor， 又有 keyboard 啦，这种东西，他们还需要电嘛来开，对吗？电就是我们的 source of 我们的 power， 对吗？啊，所以这种的啊了解呢，就可以很容易的了解为什么世界里只有一个神啊。Okay？ 啊，所以他已经回答我的问题了啦。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说耶稣呢是神呢，不说佛啦是神呢，或者随便哪一个人啦，为什么是 Allah 是神呢？他就开始说他说Allah 其实是阿拉伯人的方式去叫神，就是说其实那个是神来的，意思就是说真主。连第二个呢，我们不能说耶稣是神啊，因为第一做天主教的我知道的他的地方呢是耶稣是为我们牺牲原谅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罪。但是呢他就问我如果耶稣是神的话呢，他不是在我们的十字架去世嘛，那神是可以去世的吗？他这个问题就问我，因为做神的话呢是不可以死的嘛，对吗？很容易的了解这个，神是不能死的，如果死了就不是神了，对吗？第一个答案啊。第二个他就讲，神需要牺牲一个人来原谅你吗？那你妈妈不是你问跟他讲对不起，他已经原谅你了，为什么神需要牺牲一个人来原谅你呢？不可能是那么困难的嘛，要原谅一个人，对吗？如果要原谅人的话，他直接就可以讲 OK 原谅你可以了，你只要向他说对不起，这样就对了，对吗？所以这个了解的方式就很清楚的啦，不是耶稣啦。连佛呢，这个地方我就不了解，因为我不信佛。但是佛的我所知道的概念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不是他也是好像是一个老师教你讲过生活嘛，他不是一个神来的，他也自己没说他自己是一个神啊佛啊。所以从那里我就知道伊斯兰差不多是很对了啦，他的答案给我是很容易了解，所以他已经回答我第二个问题。然后我第三个问题就问他，那穆斯林你们相信什么呢？你们相信什么呢？他就讲第一你要相信有一个神 ，OK， 他是全世界最强的，又最厉害的，又 the most supreme， the most powerful， 就是最强的意思啦。OK， 他不是生活，他不可以 born and give birth， 就是说他不可以生出来，也不能去生其他的东西。对，因为他是 creator， 那不是 creation。creator 是华语怎么讲呢 ？creator 是造物主，那我们是 creation， 受造物。对，所以这个分别呢，很清楚的跟你讲呢，做一个造物主呢。不像我们一样的人，懂吗？就像我们的太阳啊，你看，你往天上看的时候，你看太阳的时候，你不是五秒钟这样眼睛就痛了，你看太阳太久，对吗？神呢，就他是造物主嘛，他造了这些太阳，也是他造了全世界，他比太阳更强，对吗？他又比这个全世界的完全的力量全部是他造成的，对吗？所以呢，用这个想法去想，就知道他是非常非常的
强，我们连眼都看不出，看不到这个神的啦。但是呢，为什么会相信到神呢？是因为就像我们的风啊，风一吹，吹你的时候，你看不到风对吗？但是你知道有风，风吹来，一样的道理。所以你一相信有一个神的话，连你相信我耶稣啦、穆萨啦、Prophet Muhammad 这些好的人啊，是我们的真主派下来跟我们解释这个道理的，跟我们解释怎么去真正的去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怎么去对人怎么沟通这些人里，他们全部都同意。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其实他们所教的东西也 是一样的，所以你一相信呢，这些人是他派下来的，最后一个是我们的 Prophet Muhammad peace be upon him， 你就是一个 Muslim 了，不用讲拜五次啦、吃哈啦这些东西，这些是一种方式去过生活，但是你有这个相信的话，你是一个 Muslim 了啦。所以从这里呢，我就好，这个道理全部都有道理啦，但是还是没有完全的去进入伊斯兰，因为我有点担心，因为担心的是能不能适应到伊斯兰的生活，因为第一有斋戒禁食啊，又用一个月的时间去做这个斋戒禁食，对吗？还有要吃哈拉的东西，又要每天做拜五次，对吗？还要如果有机会的话，要去 Hajj 去做我们的在Mecca 做 Hajj， 对吗？所以当然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东西，但是是一个东西，我们可以适应去慢慢的去适应去做，但是是为我们好。那时候当然我就觉得最困难最难做的是风灾，所以我觉得风灾是最难做的啦。所以刚好呢是风灾的时候，我又不要给我的女朋友等太久嘛，我要给她一个答案也是那时候，所以因为我觉得对她不公平啦。如果伊斯兰是一个我不想要相信的一个 religion 的话，我就应该早一点跟他讲了。所以我是说好，我去试这个禁食啊。对，那时候好像是五月六月这个时期啦，我就做这个 fasting 啊，信 so alhamdulillah， 我是说praise to God 啊，很开心啦，我能过这个30天的 fasting， 我也是很好奇啦，为什么我会做这些呢？但是其实你全心的要去试的话呢，你有这个信心的话，你一定会做得出来。所以剩下好像最后一个礼拜啦，我们做这个 fasting 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啦。那时候呢，我就梦见在这个客厅里见了一个人，他在沙发上坐，他又有一个很好的微笑，好像在欢迎我的那种感觉。他又是很亮啊，又很白的一个人啊，但是他不是华人，或是不是一个红毛人还是什么人啊？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人来的，他不是神啊。OK， 我就走到他面前，他就微着我笑了，他就说，大哥，你什么时候要跟我们做一家人啊？他就是这样问我。我那时候就醒了，做了这个梦就醒了。我就是可能是一个巧合啊，可能我读了太多这些伊斯兰的书了。可是那天呢，我有马来朋友也是叫我出去吃晚饭呐，所以我去陪他吃晚饭，他也是。一样的那一天就问我，我看你每次去读这些伊斯兰的东西啦，去 Darul Akam 去学，你是不是想要做穆斯林呢？那我就觉得又是一个巧合，但我就回家睡觉了。但是呢，我又做这个梦，所以我又做了这个梦呢，我觉得一定是神要跟我讲什么啦，可能要我去自己真的去做一个选择了，一个时候了。所以
我又做了这个梦，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就醒来，差不多是8点半的9点这个时间早上，那我就说了一个，我拜了一下啦，我就说啊，神啊，我知道你有存在啦，但是呢，我不好意思，我想要想要考验你啦，因为我还对这个事情呢还不清楚，我需要你帮我一下，你可以给我一个迹象吗？我会随时翻这个圣经，也是会翻这个古兰经啊，我会给他们3次的机会，我会先开始用圣经翻3次，随时连我眼睛一看了什么那个字呢，就直接要跟我说呢，这是事实的，这是真主的真理。这是真主要你跟他走着的地方，说哇，很大的一个考验，我觉得，但是呢，我这种人就是不那么容易相信东西的，我是这样讲啊，所以我就拿了圣经咯，因为我刚开始是天主教的人嘛，所以我觉得 OK 了，用圣经先来给他机会啊，用圣经先，我就拿了那本书呢，放在我手上啊，我就。随便翻了一篇呐、啊，那他没有带我去一个地方啊，我就觉得读了3次、4次、5次，我还是了解不到他其实要跟我说什么。因为圣经是好像一个故事来的，你很多故事在里面掺在一起，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去了解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不会很清楚啊。我就说好了，做3次的机会已经用完了，我是开始觉得。给《古兰经》一个机会跟我解释这个东西啊，我就把圣经放了下来，就拿了《古兰经》，关了眼睛，就这样随便翻了一个 一篇啊，就到了这个我们的 Surah Al Hajj，就是我们的 Chapter，我们的22 Chapter 啊，我就会用阿拉伯的方式跟你讲讲，过后就用华语来解释了啊。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وليعلم الذين أوتوا العلم أنه الحق من ربك فيؤمنوا به فتخبت له قلوبهم وَإِنَّ اللَّهَ لَهَادِ الَّذِينَ آمَنُوا إِلَى صِرَاطٍ مُسْتَقِيمٍ 那个意思呢，就是说，Surah Al-Hajj 第54句，就是以便有学士者知道，那是从你的真主降世的真理，因为他们信仰他，而他们对他心怀谦虚。真主必定要反信道者，引上正路。哇，大哥的华语比 ，OK，我就把书盖了，是说好，现在给他多一次机会，还是不想相信这么固执，那么固执啊，所以还是去。随便关眼睛，又再开了多一篇了，这是又另一个 chapter，另一个就是我们的 chapter Fusilat 啊，Fusilat 是忘记是什么号码，41，应该是41第53的 verse。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سنريهم آياتنا في الآفاق وفي أنفسهم حتى يتبين لهم أنه الحق أولم يكف بربك أنه على كل شيء شهيد 那个意思呢？我们又开始讲真主保护我们，过后就讲真主用你的名义最高尚的，又最仁慈的。可能我们的大哥会比我解释的更好。俊豪弟兄所分享就是《可兰经》第41章第53节，他中文翻译的意思就是：我将在四方和他们自身中
把我许多迹象昭示他们，直到他们明白古兰经确实是真理。难道你的主能见证万物还不够吗？嗯，所以我一听了他这么说呢，又像我读的第一篇的之后，我第一次开的书的时候好像还在连续的在跟我讲话，你懂吗？第一个 verse 已经在跟我讲这样，连第二个 verse 好像又连续的在跟我这样讲啦，所以我觉得他还在跟我讲话了，那种感觉我就不想去考验他，我就很怕了，我呢不是很怕的那种到你不敢去说什么了那种感觉，也是有一种感觉安慰的感觉，因为你知道这世上真的是有神，连神又真的很爱我们，所以他也是愿意的跟你沟通，如果你有这个真正的一个好心的去问他所以我那时候呢就觉得我如果还要考验他啦，还是还要不相信的话，then我就准备做错事啦，就对了啦。而且呢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啦，你懂吗？对吗？今天如果我说等多一天来想啦，再等多一天再想啦，我们都不懂什么时候会死嘛，可能这时候你走出门的时候就死了，或者你睡觉了你不行了，你懂吗？所以我觉得我如果不用这个机会呢去相信他的话呢，我就错了啦，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大陆阿卡，我就问他们怎么做穆斯林啦，他们就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他们新加坡呢是这样的嘛，要有法律的嘛，要人家去签这个做穆斯林的东西啦，所以一个月后我就带了我的母亲啦、父母啦和女朋友也是啦，带我两个穆斯林的 witness 啦，去下去做这个 shahada， 他们是讲是不是好像很离谱的东西啦，就是很简单的，只是说你相信有神，你相信 Prophet Muhammad 是最后的一个messenger， 你相信他们带了这些 messenger 下来跟我们解释这个道理就够了。这样也只要你这样讲就是穆斯林了嘛。那当然那时候我相信伊斯兰的时候呢，我也是不敢跟我父母讲嘛，当因为他们是华人，又对于伊斯兰的东西不会很清楚，又看电视上的很多伊斯兰的东西不是那么的好的印象啦，我是说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想自己去做穆斯林，不用父母知道啦，但因为我觉得是一个私人的东西嘛，对吗？但是我的老师是伊玛目，就跟我讲，其实你应该跟你的父母讲，他们就多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又会比较给你那个空间去做去拜啦，去做你所要说的东西咯。我就觉得也是要他们的 blessing 嘛，对吗？所以我是刚开始呢是先跟我父亲讲啦，因为他是比较容易跟他沟通嘛，因为我们每次下去喝咖啡又有谈天聊天的，所以我用这个机会就慢慢的解释什么是伊斯兰嘛，什么是我想要相信的东西的，他就慢慢就知道我就跟他讲我想要做穆斯林啦，我也是有拜啦，我拜神叫神帮我慢慢的跟我父亲解释了，很奇怪了，就是他很愿意的说好了，你想要相信什么我会支持你， 我是你的老爸，我还是会在你身边的，但是你不要去相信那些比较恐怖分子的那个地方了。我就跟他解释了，其实这些不是穆斯林来的，就是不是伊斯兰的教法，他们只是乱，每个宗教信仰对吗都有一个恐怖分子的 extreme 的人的，其实只是我们的新闻内呢每次给你看是伊斯兰，其实在美国呢这些地方也是很多这种恐怖分子的啦，其实所以做一个人呢你不要做太 extreme 的东西咯，你一定要懂你在读什么，人家教你什么，这些东西要用自己的思想去想，去
In fact, Islam 叫我们是 要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去想很多东西的，是一个调整的在 Islam。 所以我觉得哇， Islam 很好的，有教你这样做，而且又叫你要疼你的母亲。你的母亲呢，天堂是在你母亲的脚地里，你懂吗？他是这样讲，我们的 Prophet Muhammad 是这样讲，没有一个 religion 有这样跟我说嘞。其实我第一次发现你一定要对你妈妈好，不然的话不能进 Jannah， 我们的 heaven， 我们的天堂。所以呢，我从那里就觉得哇， Islam 最教人家是一个好的，很多好的地方了。啊，那我就也是想哦，想要跟妈妈讲了，就跟爸爸讲了以后呢，爸爸就说你有没有跟你妈妈讲？我说我跟你讲就够了吗？你可以跟我妈妈讲吗？他就讲不要，你要自己跟你妈妈讲，因为你妈妈也是要一定要知道你做了这个选择，他就可以给你他的支持，他的鼓励也是了。我就拜给 Allah， 我就说可以帮我跟妈妈解释这个选择了，我就。那天也是跟我妈妈讲，我想做穆斯林嘛，她就讲，哦，你有跟你妹妹讲啊？我就说啊，妹妹也是要跟她讲吗？跟你们父母讲了不够吗？还要跟妹妹讲？想一定要啦，你的妹妹也是要去看你的这个做这个大的选择嘛。所以呢，11月2号的时候，2014年那时候我就去 Darul Aqam 做了我的 Shahada， 做一个 Muslim， 我的父母在，我的妹妹在，我女朋友也是在，我全部人想要在的时候也是在。然后我就带他们去吃午饭啦，然后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有很多困难啦，因为他们刚开始也是要，他们也是要适应伊斯兰嘛，对吗？他们也是不懂伊斯兰叫什么。所以要慢慢的解释这些东西咯，解释为什么不能吃猪肉啦，为什么连鸡肉和羊肉或牛肉也是要用哈拉的方式去煮它啦，就对了。不是，如果不是哈拉的话，我们不能吃啦。这种地方要跟他讲，为什么要拜五次啦？为什么这些东西咯？当然，开始的时候不只是父母，也是你有别的困难，就像打工的时候，你不是老板会。也是你要跟他解释为什么你要用10分钟的时间去拜一下，对吗？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好了，是因为Islam 呢是要帮你有时间放时间去做工，也是放时间去拜，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人会有一个平均的一个平等的一个生活嘛，对吗？不然的话，每次是很多压力嘛，对吗？所以你用10分钟的时间去拜呢，不是把你的压力也是减少了一点。所以我们人要有一个完整的生活就比较容易了，这些困难就慢慢的变成一个很好的东西。对我来说啦，对我来说从那里就开始了6年的做穆斯林，然后我现在已经是6年的穆斯林就很喜欢这个religion 啦，很喜欢 Islam， 那就这样哦，我的故事就是这样。好，谢谢我们俊豪弟兄刚才和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从在澳大利亚读书来到新加坡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穆斯林的好同事，然后再继续的更加深入的认识伊斯兰。然后我们的俊豪弟兄呢也和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在他这个成为穆斯林的时候解决他生活上的这各种困难，例如说好像和父母怎么说，和父母解释清楚啊，和弟兄姐妹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成为穆斯林啊，怎么成为之类的，然后过后也开始慢慢的适应工作上有信仰的生活。好，那么俊豪弟兄，我还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成为穆斯林之前呢，你对伊斯兰是有什么印象，或者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负面的一些印象之类的？说实话，我刚基础伊斯兰之前呢，我对伊斯兰的印象呢是不好的，其实，因为我们看很多电视嘛，对吗？又有911的事情，那时候
我也是觉得这个宗教信仰一定啊，一定是不对的，叫人做错事嘛，对吗？可是这些是人家的来源嘛，对吗 ？Rumors 来的，其实不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没有自己去做自己调查，我们只是用别人的所说的话啦，相信他们讲。如果他们全部去自己的观察的话，就会知道啊，其实是有人想要，可以说是要害我们这些穆斯林的人啦，破坏伊斯兰的名。啊，对，破坏名声这些咯。所以你问我，我回答了你的问题，应该是当时候是不是好的印象，过后因为阿拉觉得要给我这个引导，我也是有一个诚心的去想要知道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真主啦。所以这些东西呢，是一起来的时候呢，又有这些我做 fasting 啦，又也是想要去学这些东西就。真主就开了这个门给我去知道了，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骄傲的这种想法了，就很难看得出这个真理啊。对，没有错。好，谢谢我们的俊豪弟兄和我们分享这个问题，然后我也非常感谢今天俊豪弟兄抽空出来，在百忙之中抽空出来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个整个寻光的旅程。他和我们分享他怎么样从这个负面的这个印象呢，对伊斯兰负面的刻板印象，恐怖分子啊之类的，然后他自己去好好的去思考，然后去寻找，最终发现了伊斯兰就是他心中所想要的真理，他觉得最好的宗教信仰，对不对，俊豪弟兄？对。好，那么俊豪弟兄，在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之前呢，我想要请俊豪弟兄给我们直播前的一些朋友们一些鼓励的话。若是他们还没有成为穆斯林，还没有去认识没有去认识伊斯兰的话，你会怎么样去鼓励他们呢？那么你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与大家分享。好，我是会说呢，第一呢，你就要重新开始，就像找一个打功夫的一个老师，对吗？你想学一个功夫的时候呢，你要重新再来再学多一次，对吗？这个道理的。所以假设你要学云春的话，对吗？你就见了叶问，对吗？他一定问你啊，你已经学了什么功夫啊？你连那时候你要说哦，可能我学了泰拳道啦、卡拉蒂这些功夫，对吗？他说你要重新再学。你要重新再学，不然的话你有这些印象呢，就很难学新的东西了。所以我想鼓励你重新再来，去把你全部所 pre misconception， 你所知道伊斯兰的是什么事情啊，什么是伊斯兰啊，这种东西啊，去不用，不只是要用网上自己去调查了，因为网上有很多很多好的东西，又有很多假的东西，又有很多真的东西，对吗？所以你要去他的书，就是他的《古兰经》那里呢，你去找，如果你了解华语的话，你就找那个华语的翻译了。我们的《古兰经》只有一个version 而已 ，OK。所以他只是用阿拉伯字而已，所以我们全部连拜呢，全部都用阿拉伯字来拜的。所以很好奇的，你觉得全世界内呢，我们不同的华人啊、印度人什么东西啊，全部都要用阿拉伯来拜啊神的，懂吗？而且哦，每一个国家一定会有一个人把整本书记住的。就是从头到尾全部都记住的，所以我们的书呢是这么保持的，而且这个《古兰经》呢不是一个书来的，刚开始的时候呢，阿拉就跟天使叫天使讲这些字，你要跟Prophet Muhammad 讲，我们的 Prophet Muhammad 呢，他其实不会写又不会读这个《古兰经》的这些字呢。不是一次给他一天就这样全部给他记的，那时候呢用23年的时间去记的，他又用23年的慢慢的读了这个孤兰经的，过后人家就觉得哇，你这个人不会读又不会写的人，怎么会说这些话呢？又那么深奥的那种字啊，
所以他们很觉得哇，很惊讶了，很惊讶，还觉得哇，一定是神教你这些字了，还跟我们讲的。而且这个古兰经你懂，连 baby 是怎么出生的，他都跟你解释，你懂吗？连我们太阳是我们的地球是怎么绕住，他也是有解释给你听的。所以呢，我觉得1400年的时间。以前啊，没有这种科技去知道这种东西，但是呢，我们的《古兰经》已经解释了这些，所以已经很好奇了。我一读了这个，我又很喜欢读这个《古兰经》，我读了一两篇、三篇、四篇，就觉得还每次都是有新的东西跟你讲的感觉。所以从那里就知道我们的《古兰经》呢，其实是的确是真的是神在跟你讲话，不是一个人在跟你讲话。所以去读我们的《古兰经》，去读我们的华语的翻译过后呢，你也是可以问这些好的老师。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就去找好的老师跟你解释。我们可以找俊豪弟兄啊，我还可以啦，我六年而已。但是你不需要等到你做老师去上学嘛，对吗？对吗？这样说，你要相信伊斯兰也是不要做一个老师过后才做一个穆斯林吗？不用吗？对吗？做老师也是要做学生的嘛，对吧？所以是一个过程，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学东西也是一个过程，慢慢的学咯。你对我们有我们的真主呢，有已经给了我们这个能力了，去调查，去自己用自己的思想去想。这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只要用我们的 logic 去想就对了。这是我的 advice 去读那个古兰经啦。好，那么俊豪弟兄，那么我现在要请你送给直播前的朋友们最后一句话，然后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语。最后一句话我是说我希望你们对伊斯兰的以前的印象重复做好的印象啦 ，OK 啊，给他一个机会啊，而且呢，想说，可以的话啊，如果你有这个心里有这个想法要去知道伊斯兰嘛，就去自己去做你的调查啊。如果做穆斯林的话，我们就很开心的欢迎你啊，而且呢我希望呢能进天堂，能看到你。做我们的，跟我们一家人做好。阿弥，谢谢我们俊豪弟兄，我们不仅仅是给伊斯兰一个机会，我们同时也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直播前的一个机会，好好去认识伊斯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古兰经中到底说着什么生命的真理，那么安拉到底是谁？那么我也欢迎其他在直播前的朋友，欢迎私信我们。PM 我们也与我们这个伊斯兰聊天了解更多。好，那么今天晚上我就谢谢大家时间，也谢谢我们嘉宾的时间，谢俊豪弟兄喝了茶抽空与我们做那么好这么宝贵的一个分享。好，谢谢你俊豪弟兄，拜拜，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祝天主保佑你。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